Love me, love me as I am, just another man. I might be a little strange, but can you love me? Love me anyway, take me as I am, 'cause Lord knows I'm good.身边，当你很寂寞，因为你也会为我这么做。报告一下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报告，郭总那张单子的获利恐怕是达不到8%。现在到底差多少？一来一回，可能连获利都没有。都没有？都没有你也敢讲啊？陈副理呢？报告田总，陈副理一直都没有接手机，您也知道他休假。他会一直休到离职啊！不要提醒我，继续打。就跟他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发郭董的奖金了。是。连福利都没有，怎么发奖金啊？喂，朝日投信你好。民宅含金量高，但有行无市，照样没戏唱。三连选林松斌，你现在投不到。台湾20多年的十大通缉要犯郭胜泰，昨天在泰国曼谷落网了。目前呢，他仍正在由特勤人员押解回台当中。那么，曾经犯下多起重大刑案的他，几次在警方的围捕之下成功逃脱。5年前潜逃出境之后呢，为了庆凶，警政署更悬赏100万元。时隔多日，昨天他在泰国警方的协助之下，终于把他绳之以法。再来关心社会消息，热衷选美的股市名人李大钟今天傍晚病逝家中。他曾经是以炒作股票迅速致富，1989年更是因为投身选美事业，活跃在媒体版面。晚年却因为多次炒股案入狱服刑，争议不断的人生在今天画下句点了。我就知道提到奖金，你一定会回来。答应我的奖金，你还能给我多少？从你走路来我办公室的速度，可以判断今天是赚是赔。都说好了，这么快？啊？那你今天还回来干什么呢？你收了电话就哎，跟那人家说好了。你还没回答我，我的奖金有多少？150万。到时候汇200万给我就好了，我想公司应该还有赚。留给你做纪念。陈策，陈策，田总，刚会计部结算出来了，郭董的单商单我们没有违约。
陈副理事先做了多方避险，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没有损失，还多赚了两个百分点，总共的收益达到10%以上，我们会有额外的激励奖金了。怎么可能？陈策，陈策，留在公司啊。如果我开给你的新条件你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再讨论啊。那你想一想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啊，你怎么跟石头一样啊，又硬又冷的？我们认识几年了，一点感情都培养不出来吗？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不要提到我爸妈。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要吃什么？今天食物看来不错。好，雅娟姐，我们要去楼下对面的自助餐吃饭，要不要一起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们先去，我等等就来。海娟姐，我来帮你，赶快弄完，我们一起去吃饭。主任，我来就好了，你赶快陪他们去吃饭吧。没关系啦，不差这一点时间。不用了，主任，我自己来就好，谢谢。海娟姐，你来公司已经2年多了，可是大家对你都很陌生。下星期我们公司要办员工旅游，不如你也一起来参加，顺便跟大家好好认识认识。我家里不方便。那就不勉强了。喂。我是。陈先生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好。陈副理，好巧哦，你怎么也在这边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莉莉雾。看都不看啊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没有礼貌啊？直接练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风格，想必是知道我辞职来挖角我的人吧。啊，不然这样，我帮你省点麻烦，直接告诉你答案。那请问您的答案是？我没兴趣。难道有其他公司跟您接洽了吗？还是说你想要再听听看我们公司可以提供给你的条件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我们公司可以提供给你经理以上的职位，2倍以上的薪水。先生，你外套好了。我身上现金不太够，你可以刷卡吗？不用了，这间店从80年代到现在，老板有一个传统，就是这里的西装终身免费保固。只要你想穿，我们随时要帮你修。好。一套西装能终身免费保固，不用问也知道它的等级在哪里。更别说是公关，能请到像你这样的美女来，我也猜得到这间公司能开多少价。很抱歉，对我来说，现在不是钱的问题。谢谢光临。果然跟外传的一样难以进攻。
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疗养院的人说，你外公最近状况不是太好，常一个人发呆，到处走来走去。这次一个没注意，从二楼摔下来。啊，医生，请问我爸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外伤部分我已经处理好了，骨折我也用石膏把固定住，还好没有脑震荡，你们可以进去看他了。谢谢。接来了，你们听，是耶诞节的声音哎！我要去啊！不对，耶诞节已经过了，叫李静静进来。李金琴他会负责的，他会负责任的。啊！不对，雅娟不要李金琴。他把孩子生下来。不要说话了，你先休息。他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。爸，你不要说了，休息。小娟，爸爸对不起你。我们不应该反对静琴追你的，你妈，爸，先不要说话了。你妈后悔，她没有原谅你，她后悔了。你一个人跟阿彻，她后悔了。你妈妈，她后悔了。她后悔了。你一个儿子，你妈妈的后悔了。不要激动，冷静下来，伯伯，静下来。他后悔了。静下来，伯伯。国中问过你一次，18岁问过你一次，我大学毕业问过你一次，我现在再问你一次，我爸爸在哪里？他死了。你不要跟我说他死了，死人会有墓地，会被记录，会被怀念，我连他一张照片都没看过。静静是谁？外公说的负责，是不是就是对你跟我的人生负责？你想一下，你阿公已经失智了，他说的话没什么逻辑。没有逻辑的话，不一定就是假话。叫李静静的人一定存在，外公才叫得出他的名字。告诉我他是谁，不然就告诉我爸爸是谁。再告诉你最后一次哦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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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能永远逃避这个问题。今天会问你，明天会问你，我后天还是会继续问你。今天我没有得到一个答案，我绝对不会罢休。所有人都有爸爸，我一定也有。以前我不问你，是因为我只要一问你，你就会变得跟我很疏离，好几天不跟我讲话。他可能让你很受伤，我理解。但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也让我很受伤。因为你，我到大学我才知道我有外公。因为你的固执，我没有见过我爸。如果你还在意我这个儿子的感受，
你告诉我我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就是不想提这个人。如果你今天还要再继续问我这个问题，不要当我是你，从此不要见我。不见就不见，你有我介意啊？反正我都已经没有爸爸了，我还怕没有妈妈吗？多久？我找你。停车！干什么你？抱歉，如果不突然拦你，你不会停车。你不停车，我不知道这里多久会再来一辆车。你要干嘛？手机借我。什么是手机啊？打电话的手机。打电话？这附近没有电话亭吗？啊？看我干嘛？
你戴安全帽呢？我们骑车从来不用戴安全帽的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台车这么旧还能骑啊？旧？我才刚买哎，哪里旧啊？刚买。我给你1000，载我到最近的捷运站。什么站？什么站？载我到我可以看得到人的地方就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一句话都没有，我干嘛要帮你？等你学会什么叫做礼貌，我再来接你。不用担心，你有的是时间，慢慢学。就砰的一声，是。那砰的一声，该不会是？是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，你把车停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啊？你找死啊！小姐啊，也没什么问题啊，那个后照镜啊，龙头修修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要不要烤鸡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车子可以骑就好，我代步而已。哦，这样哦，啊，我这样算你1500啦哦，啊，我会把你全部都修到好，啊，你明天再来牵车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哎、欸，小姐，1500应该不很贵吧？你不要哭啊。我哭了吗？小姐，你不要哭啦，应该很便宜吧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是缺钱啦。我只是一时情绪上来了，我冷静一下。如果是钱的话，是全世界最好解决的问题。好啊，那1500你付。我现在身上现金不够，你们收信用卡吗？信用卡 ？Visa 不是今年才进台湾的吗？会有啊，信用卡刚进台湾，不会吧？我都已经用了10年嘞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从刚才到现在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没有一句听得懂嘞。你是从国外回来的？难道？不会吧！电话借我一下。那里。喂，警察先生，请问现在是民国几年？打电话给警察问民国几年，不如叫你家人送钱过来。民国78年，那不就是1989年？我出生前一年。
钱是最好解决的问题吗？等我，还有刚刚那台车的维修费哎，车主说如果维修厂报价了，会再通知他，他再告诉我，而且我的证件还压在他那里哎，我是不知道多少钱啊，可是肯定不便宜。我知道，让我冷静一下。我不是想诓你，虽然小珍是我的，可是如果你没有把我拦下来的话，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倒霉事啦。我说我知道了。所以说，最好你是可以全赔啦。如果你没有全赔的话，你至少也要付一半吧。我连一半都不付的话，我想一下，1500。我说我知道了。我不是想诓你吗？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你先拿去。哇，这劳力呢？劳力士哎！劳力士，你给我这干嘛？一个礼拜之内，我会想办法拿钱来这里还你。真的吗？你是被骗大的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我从小到大最容易被骗了。哎，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是骗子磁铁吗？骗子磁铁就是。我在这里，然后最后一个骗子一个一个就让咚咚咚的弄过来。哎，小姐，他已经走了、啊。他去哪？我不知道啊。人呢？就这样子给我走掉、哦？哎，小姐，这是劳力士哎，没关系，你现在已经有他的表了，哦。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我们校园王子李进勤。哎，你这骗子磁铁的称号还真不是叫假的，这东西一看就假货。劳力士一只多少钱啊？拜托，摇摇还会有声音啊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什么不会啊？夜市就有在卖，一只500，附带满天星，两只还让你便宜100块。你以为我每天跟那些大老板应酬，他们最喜欢是什么劳力士？如果有这一款的话，我怎么会没看过？小龙，干嘛？我发现我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。简单一句话，你被骗了。小龙，啊，走开，衰鬼，你不要传染给我。我一个乡下人来都市奋斗很辛苦，我千万不能被你拖垮。去去，你这个市侩的小人，怎么办啊？今天姐妹庙才放话，要是我业绩再没有提升的话，我试用期一到就准备走人了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喝杯饮料。哎，怎么好意思让老板亲？哎，干什么、啊？是老哥给我的，他抢我的饮料，我已经够倒霉了。哎，我为什么喜欢来这里？就是因为王老板永远提供免费的饮料。哎，这是我留给雅娟的。那我的。雅娟，不知道为什么她又迟到了。当初约好的时间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首歌都要唱完，我的雅娟。哎，李进勤，你不要每次陈雅娟一来就弄她啦，你这样要不是暗恋她就是非常讨厌她，你是哪一种啊？李小龙他最小气，他的小气是不能说你啦，小气，我们李小龙一定拿冠军。如果李小龙生气，还会朝我乱丢东西。哦，林小龙，林小龙，你的个性值得叹息。生活也不算太快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
是个劳力士骗子，要是你敢骗我，老天就替我杀你的。国际股市连带影响，不过这一次是受到激励。国内的股市今天强力反弹，使得加权股价指数再度站上了万点，同时指数大涨了410点，创下了单日最高涨幅的记录。国内股市今天一开盘就一飞冲天，指数上扬了500多点，使得投资人个个笑逐颜开。台股持续上涨，175种股票家家都是上扬的局面。起初买盘大量的增加，可是，在不久之后，因为逢高脱手的情形，又形成了相当的卖压，使得一些这是今天的报纸，不然是昨天的。虽然指数大涨了410.32点，破了单日涨幅的最高纪录，但是成交总值只有1198亿元，显示指数在高处不胜寒的情形之下，不少人的操作手法还是相当的谨慎。另一方面，要是回不去，我之后怎么办？吃水果了啊、哦！爸妈，你们怎么都还没睡啊？哎，女儿没有回家，做爸妈的哪里睡得着啊？回来刚好，吃水果。哎呦，我都已经开始工作了，会自己照顾自己了，你们干嘛还等门啊？我今天跟娟娟去听李敬亭唱歌，顺便聊聊近况。吃水果，怎么样啦？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感觉怪怪的。我今天遇到，会让我心情不好的事情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消化就好了。你的工作试用期还有多久？1个月。你要是觉得辛苦，我们就干脆不要做了。我觉得你那个就不是什么踏实的公司，我们去找一个脚踏实地的工作，从基层做起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、哦，哎，不行。我进证券行是有原因的，现在股市一片长红，只要我肯努力，一定会赚很多钱的。而且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里买下来，我们以后就有自己的店面啦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哎呦妈，你要给我一点信心啊！我可是要让我们夜市西服成为全国连锁的关键人物哎！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我们叶庆雄师傅的手艺。耶！哇，全国连锁的呀，那到时候订单不源源不绝啊？你要累死我！来来来，你们自己好好聊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哎，爸，那不然我们不要做这么大，我们就当全国第一的精品西服，怎么样？精品西服，哎，这个不错，那你要好好的努力哦。哎，片中我知道我们女儿为什么像头牛啊。遇到想做的事，就像拼了命的往前冲，怎么拉都拉不回来哎！原来跟你一样哦。那妈，你的意思就是你爱上的是一头牛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呀是一头乳牛。我没有说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一家都是牛。如果你今天还要再拒绝我，我
不要当我是你妈，从此不要见我。不见就不见，你有我介意啊？不见就不见。既然我可以回到1989，就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。光速是恒定的，时间跟空间可以相互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一定有办法回去啊。我可是陈彻，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的？现在是西元几年？民国几年？民国78年。西元1989年。1989。怎么还是1989啊？我送你回去。啦，这么晚了。就是这么晚了才要送你回去啦。快快。这个年代还真是清楚。2016的小屁孩在公园早就直接亲起来了。早啊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？修西装。哦。哎呦，我听说你们这里的西装是终身保护。啊？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不过你这套西装看起来非常的高档，可能不是。嘿，看这个收线，是我做的没错哎。我再看一下。真是我做的，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哎，这个布料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，可以修补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，只要是我做的西装，就像我生的小孩一样，照顾一辈子的。脱下来。叶副部长。哎，早。我来找珍珍一起上班。还没吃早餐吧？一起吃啊。谢谢叶副部。哎，那我先上楼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什么时候可以好？啊，给我2天的时间。两天？我没有2天的时间可以等，我急着要面试。这么高档的西装是需要点时间的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店里面的西装你先拿一件去穿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愧是西服名店。西服名店，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做的西装可以终身保护的？我都还没有对外宣传。超好意思，你最好是带钱
我一定会让你日子很难过。台大经济系高材生嘛啊。你来应征什么？分析师。分析师是什么？分析技术现行，资券变化、本益比、营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这里呢没那么复杂啊，就几个金主呢跟助手交流一下，决定要炒哪几只股就可以了，这没什么好分析的。现在的局势的确是处在混乱的阶段上，没错。但是这个混乱的上升又可以维持多久？让我帮你组建一支团队，十年内我保证，不管政策怎么改变，你都可以屹立不摇。好啊，这些公司啊，那你帮我挑一个吧，我看看你眼光如何。2308。2308，台达电，拜托啊，偏偏挑一个刚刚上市的，台大经济系嘛，哪一届的？哪一届很重要吗？我就知道你在唬我，把事情搞得很复杂，然后吹牛说自己很厉害，哎，这一套。是我发明的，哪一届都说不出来啊！我看你履表根本也是假的。好了，出去吧，别在这边丢人现眼了。业绩最大的叶先生，你给我滚进来！你不用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哎，搞清楚，你是来应征的，会后悔啊。也是我家的事，不是吗？你可以不要后悔，你只要相信我。我来了，小劳力士怎么在这里？你在这里上班？我看我真的用你，我才会后悔。我们这里业绩最烂的叶真真，竟然认识你！我拜托你赶快出去好不好？不要浪费我骂叶真真的时间。我的时间都是钱，你快滚吧你！哎，贾老师，叶真真，叶真真，我真的很不想浪费我的口水了嘛。但是如果你再不把你业绩提升起来的话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你。下次见面，你一定会两倍的薪水聘我。我把你 fire 掉都是小 case 哦。叶真真。叶真真，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骂你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连不让你领薪水的事我都干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会提升业绩你就去应酬，你不会应酬你就陪客户吃饭吗？你连什么手段都没有，你是混吃等死啊！让我放开，不要叫。
你留下一个假表就要走，你知道我要赔多少钱吗？18000块钱，那是我一个月的薪水。现在你自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今天不抓你到警察局，我叶真的名字到外面。我的表是真的。保证书。没带在身上。会干嘛？朋友送的。不然，我再提供你另外一个赔偿方案。什么？你先借我5万。哈？一个礼拜内，我连借款带赔偿金一并还。让我整理一下，你是说你无缘无故害我宝贝小珍被撞1500块钱修车费，另外赔偿对方车主18000块钱，这笔钱我先付，然后我再另外借你5万。对，一个礼拜内69500块我一次还给你，外加一个现金担保。这位先生，要不是你把我当傻子，就是其实你才是傻子。你以为我是白痴啊？这是我目前想要最快的赚钱方法。当然啊，掏出来都是我的钱，最好当然是你啊。跟你在这里纠缠的我才是白痴。你来这里应征代表你没工作，你没工作但你没钱。你还不是快被炒鱿鱼了？我跟你之间的距离就是我还有工作，而你根本没有。算了，我靠，还是皮绷紧一点。我今天去顶上一次餐厅找金主应酬吃饭冲业绩。要有环保概念好不好？吃什么鱼翅？金主都爱去那间吃鱼翅啊，不然你告诉我要去哪里找金主。我怎么又跟你纠缠起来？叶真真，哦，还，真真，没事吧？借我5万，我说过会还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我这辈子还没有欠过别人。哇，那我不就很荣幸第一个被你欠的？你有回钱？真真，我在里面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啊，但是就被那个大哥，我怎么又忘记问他名字了？可恶！我今天也要去，去哪？鱼翅店交际应酬，屁业绩。去什么去啊？又是烟又是酒的那种地方在干嘛？不用我跟你多说吧，一个女孩子去多危险。不入去。焉得虎子？对你这种热血笨蛋，你不去的话，那些老虎哪有东西吃啊？那我就去给你看，看看谁才是老虎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就是。这边，就这么简单搞这么久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做事要讲求效率，好吗？经理，我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理由了，你没有业绩，就陪我去应酬嘛。经理，我去。你说什么？我去应酬。经理，我想过了。为了提升业绩，不让我们组丢脸，以后有应酬，我应该尽量参与。对，这就对了。
要有上进心，不要依靠别人。经理知道你有潜力，有潜力，不像你的好朋友陈雅娟呢，把公司当过水的地方。待会6点在公司门口等我，坐我的车。谢谢经理，报告完毕。真真，那种应酬女生千万不能去，去了肯定会有麻烦的。可是我都已经进公司2个多月了，业绩跟小龙他们差距也越来越大，偏偏我又遇到害我撞车的劳力士。昨天晚上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，18000块，我拿什么赔啊？所以你觉得你去应酬可能会改变你现在的状况？嗯，好吧，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但是你9点以前一定要想办法离开那里哦。9点？为什么？因为越晚他们会喝越多，越容易出事啊。所以9点如果你没有离开那，我会去找你，编个理由，我都会把你带走。可是这样好吗？我这样会不会害到你啊？你忘了，现在正在等留学通知啊。而且我本来就没打算在景福庙底下做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9点不见不散哦。哎，你懂了？经理，他们说等一下就到。陈经理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菜色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帮你推荐一下。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来这里干嘛？不来，我拿什么还我18000块的债务啊？欠108000的债务都不要来跟李董应酬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等一下趁李董还没来，你随便找个理由跟简不要讲说你要先走。你干嘛突然这么严肃？你不要问那么多，反正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场合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哎呀，李董，姐弟你来了啊！哎呀，今天辛苦你们了。哎呀，成绩很好，托您的福，托您的福。我就说嘛，这涨是不会停的。哎呀，谢谢李董，李有发财。不，也要谢谢你们挂的好价钱。坐嘛，坐嘛，坐嘛。李董，这是我们新来的营业员呢。哦。来跟你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李董你好，我叫叶真真，是刚进公司的员工，请多多指教。新来的啊。明明。哦。来，我看一看。学校刚毕业是吧？看起来很单纯呢，这个我喜欢。来来来，现在坐我旁边，坐我旁边。来来来来。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啊，我们需要好好沟通一下啊。李董，那个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最近听说有人要炒国兴，您怎么看？哎，这种事待会李董自然会说嘛，你先去买包烟啊。三，那我就。跟去干嘛？在干嘛？我买一下烟，马上回来，很快哦。我今天去顶上一次餐厅找金主应酬吃饭，冲业绩。要有环保概念好不好？吃什么鱼翅？金主都要去那间吃鱼翅啊，不然你告诉我要去哪里找金主？请问太原证券客人在几号包厢？哦，在2楼最里面的 VIP 包厢。叶真真这个笨蛋，比起叫小姐，李董更喜欢吃清纯妹，不然简不妙干嘛要一直叫公司的小姐来应酬啊？哦，笨死了！好了，你慢一点啦，快一点啦，赶快买完，赶快回来救人啊！你是乌龟啊！叶小姐，你这么年轻就要来干这一行，是不是想要赚大钱啊？
没有啊。连应对都不会，果真是嫩呢。我就是喜欢这种天真又单纯的女孩。不要紧张，有李董在。我去上洗手间。喂，厕所在这里面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只是出去透透气。快进来！我是经理，我只是去外面透透气。经理，我不要紧张嘛，我又不会吃的你。我只是要找你去皮诺巴唱歌，对吧？下个礼拜的单子全挂你业绩。李董。我唱歌很难听，而且我妈规定我九点半以前一定要回家。哎，叶真真，你唱歌好不好听不是重点吗？重点是要真心陪李董唱歌啊！你以为股市四大金钗怎么变四大金钗的？他们服务客户是用真心在交流的吗？经理，我也是很用心服务客户的，不管是开户、下单、找资料、报价，我都是很用心的。叶真真，猫喜欢玩老鼠。但是耐心也是有限的，叫你陪我唱歌是给你面子，一句话，唱还是不唱？这歌我来陪你唱。哇，我认得你。你不是今天早上还应征的那个？哎，我不是把你改出去了吗？你不用我是你的损失，我用你才是我的损失。加台大，你可以不相信我的学历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的内线消息。你的内线消息会比李董还厉害？我连李董本人的内线消息都有。哦，好，放开他，我倒想听听。有什么是关于我的内线消息？你打算在今年推出第一届台湾小姐的选美，对吧？现在是不是觉得跟我唱歌会蛮有趣的？你只不过收买了我身边的人，凭什么要我陪你去唱歌啊？股市是不会这么一直涨下去的，我可以陪您谈谈，在股市跌的时候我会避险赚钱。哎，年轻人，这个听起来有意思哦。现在这个局势啊，我要让它涨，它还真的很难跌。这个歌轮不到你来唱哦。那么李董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明天的股市会涨到几点？你问的什么问题啊？李董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把他赶出去。年轻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办法让它涨，至于它要涨几点，谁可以知道啊？如果我说，知道。喂，你想抢生意也不是这样子，你是被另外证券公司给雇了。你说你知道明天的指数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明天的收盘指数会是10092.45。靠！你小数点你都知道？你不是绝顶聪明的骗子，就是神经病。先别管他是不是什么骗子还是神经病啊，这是你连明天的指数你都能够算得出来啊。我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神经病，但是我就是有办法预估指数。要不然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如果明天的收盘指数是10092.4，你给我20万。如果不是呢？他陪你唱歌，唱到天亮了没问题。成交。谢谢。喂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闹挡不住。哎，比起唱歌，我更期待明天看你吃瘪的样子啊！明天穿漂亮一点啊！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小子，如果让你丢李董这个客户，你要我怎么修理你？李董，我送你。你在干嘛？干嘛问过我的意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快就解散了？
你没事吧？很有事。好。劳力士你要去哪？等我。喂，劳力士，你知不知道跟李董唱歌代表什么？不用你肉痛，你就这么大方。我为什么会参加这么可怕的应酬，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把我拦下来，害别人车子出事，我要赔钱。钱我明天收款就会赔。做什么？今天怎么这么坐不住，一直走来走去的？没事了，我等了九点了，不行，妈，我出去一下哦。你这么晚出去要干嘛？是不是找李静晴啊？不是啦。可以吗？我昨天想了一整个晚上，我想不通也想不出为什么我在这里，为什么第一个遇到的是你？这所有事情一定都有它的原因，我只要找到其中的关键。有，当然有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来占我便宜，你拦我车我出事，你救我赔钱，现在你打赌赢了就拿钱，输了就我赔李董的唱歌。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啊！因为我不是英雄救美，是不是？抱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英雄救美的心情，我自己也不满意我现在的状况，我自己也是蛮不得压力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再惹我，不然我会做出什么事情，我自己不知道。叫陈雅娟，陈雅娟，你看什么看啊？你们是朋友？对啊，有问题吗？你现在几岁？二十出头，对吗？尔东城，优雅的雅。娟秀的娟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干嘛这样调查我们雅娟啊？我妈说的对，晚上九点半以后，路上像你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还是早点回家的好。娟，最近哪里？快去啊！喂，你说你爸是有名的天文学教授，对吗？我们雅娟的爸爸就是天文学界有名的大人物，而且常常上报纸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想对我们雅娟做什么。娟，我们走，不要跟着我们哦。我就是不想提这个人。如果你今天还要再继续问我这个问题，不要当我是你妈，从此不要见我。不见就不见吧，你有我介意？反正我都已经没有爸爸了，我还怕没有妈妈吗？谢谢啊，
他就是我昨天跟你们说害我摔车的衰鬼。那他怎么会在这次啊？反正我过不去的吧。他好像还跟在我后面。哎，不要理他啦，每次遇到他就没有好事。啊，我可是他的债主哎。劳律师，我要怎么联络你啊？看你要加我的 LINE 还是脸书。蛤？赖什么赖？什么是脸书啊？我是问你有没有 BB 扣扣机号码。我没有那种东西。好吧，算了，我怕再跟你抬杠会遇到什么衰事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说吧？请你记得带着足够的钱来赎回你身上唯一值钱的假劳力士，还有。不要再跟着我们，走。你刚刚没摔到吧？刚刚那样冲过来真的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还有，你还真的来啊？要是我出事，害你也出事怎么办呢？这个大胆女人，我大胆，你还真的来应酬啊？要是我没来，你怎么办呢？才是大胆的，大胆人。到底为什么让我来到这里？难道是为了让我遇见我妈？那天你那个朋友雅娟，她也在这里工作。你看不看啊？我们雅娟没有男朋友，但是她有喜欢的人了。谁啊？对小狗这样乱恶作剧？鞋子，24号，对吧？现在跟爸爸妈妈还住在大学的教授宿舍。你怎么会知道？那还差300多点。现在不是还早吗？你想要租房子的时候，刚好我家就有空房间。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吗？上去了！哇塞，见鬼了！哇塞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财神爷还是外星人啊？如果找到外挂的话，说不定我就可以回2016嘞。27年的距离。两个人原来可以这么靠近。演得多诚恳，无厘头剧情在播放。我爱你，你爱谁？多么悲剧的搞笑声，谁写的剧本？是什么荒谬的人生？他的拥抱，你一转身，只剩我一个人。的灿